Hello， 六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汉觉醒吧的频道。猎王们要干嘛呢？为什么一开始呢就是赵云的这个图片呢？也不像图片啊，就是赵云的这个人物呢。因为今天的主角是赵云啊。为什么是赵云呢 ？OK， 我赵云是个四星，对吧？我的赵云呢？我的赵云信息呢？不是升到五星就有那个新时装对吧？新的变装，再看我收信碎片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所以今天我当然要把赵云升到五星啦！在江东，他没人不知道在江东， okay. 没人不知道我孙策的大名。先来邮箱奖励，今天呢，先去金团。再去这个萧阳地铁集火神将这边，所以这边呢打一次就可以获得1500个金团贡献，超级多的。如果你们有看我上一个影片下合作呢，哎呀真是蛮弱的啦，幸好我哇是幸好我打得上啊，要不然我打到，因为呢神将交谈，这次是打交谈嘛，交谈啊，不啦，这是打交谈啊，我像是不念错，反正这次我们是打这个招谈。假如招谈呢一死了过后呢，这个活动就会结束。幸好我来得及啊，要不然啊我不用打。往前再挑战多一次，谈完大概他都是从来都是会结束了的啦。OK， 来来来，有什么阻拦给我阻一下呢？一阻拦只要我赢一场，就还有就也是可以给我金团贡献。OK， 没有的话就来打个金团副本，打五次。OK， 这个也打，然后再打这个星，再打。哎呀，没有好挑战了，不用给我们奖励，再奖励。哎，这个公海苹果再奖励。OK， 很好。来吧，来奖励一个，再奖励一次。来，我们来奖励一个赠礼啊！我今天已经很难，别玩我。我今天很难啊，就这两个罢了。有时啊，他就你去拿那个赠礼的时候，我一直跟你说，那资源已经满了，请先用掉你的资源。我资源哪里满？哎呀，这也不重要。重要是我的教育，给我的教育五星啊！买20个碎片等于长生赵子龙在此，谁敢放肆？神奇，渐渐历史的时刻即将来临，站起来！长生赵子龙在此，谁敢放肆？解锁新形象，给我拍一张照片。睡了，龙战于野。这是我们的战力啊，来来来，1161万战力，呜，超级爽。我们这个成长五将五个站起来，呜，我们的召唤台召起来，呜，我们快点召唤台。一个文丑碎片，这个高级头像品收起来，出了一个曹配，一个曹配碎片，很好。OK， 我们赵云五星啦，呜！这边邮件又邮件，一定奖励，呜 ！OK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把校园升到一个一星，不用紧，我们去来做实测。这实测呢，凡事不可以找副本的人，凡事都要找，凡事都要找副本的人，因为我发现我的好友太强，要不然就是太弱。
OK， 我们副本了。敌军降临，已经被我射。敌军降临，已经被我射中。攻手啊！来来来，我们来把它当做测试啊！来，准备受死了。OK， 一如往常。果然战力是有大幅提升的。我下一次的目标呢？我下一部影片应该是会破1200万战力过。OK， 咱们名人堂点赞，高兴就点赞，懂吗？不高兴也要点赞。OK， 点完了，咱们转世免费抽啊！哎呀，又差一点。OK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看，还有记得按赞并且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。